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啊，就是 Light 它可以群发给很多粉丝，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粉丝啊？那很多朋友就会问，那我的 Line 哦，我的自己的 Line 哦，不是 Light 的生活圈哈，我的 Line 本身已经有3、4千个好朋友，那我可不可以让这些人成为我的 Light 的粉丝呢？哦，答案是不行哦，应该说你没有办法强迫把他们拉到你的粉丝群啊，你只能够用被动式的方式去吸引他们来加入你的 Light 的粉丝啊，因为 Light 它本身，它很类似这个脸书的粉丝团啊，脸书粉丝团大家知道吧？哈，就是你到一个粉丝团去，你喜欢它的内容，那你就按赞，你按了赞之后呢，你就成为他的粉丝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再按一次退出这个赞，那你就不是粉丝哈。那 Light 它很像啊，就是说你今天发一个链接给你的好友，譬如说你现在有4000个 LINE 的好友，你可以把这个连接呢，这个网址发给你原本的这个 LINE 的朋友，然后呢，你要写几句话告诉他们，诶，我成立这个 LINE 的这个生活圈，然后主题是什么？譬如说关于体育新闻的哈，那假设你对体育有兴趣的，或者是有的人他是针对汽车啊，关于新车资讯很有兴趣的朋友，你可以点击这个网址链接，加入我的 Light 生活圈。